这玩意儿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没有，妈妈，你看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，我都快被馋哭了。这啥呀？芋泥蛋糕。有那么好吃吗？你看它这个盒子也可漂亮了，而且你看它，我觉得它可香的感觉。这玩意儿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我看到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它还有夹心的，看着好好吃啊。既然你这么想吃。老母亲就给你安排。金毛，把眼睛闭上。三二一，眼睛睁开。哇塞，你从哪儿弄的？直接是顺丰包邮呀，快递是相当的快。我们家静宝馋这个已经馋了2天了。这个看着太香了，哇塞，这个包装太完美了，还送勺子，这个杠杠的，这个还是硬的呢，这个冰袋儿。对，很新鲜的。对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，圣诞节的那个，太漂亮了！这个盒子，对，光看这个盒子颜值就非常的高呀。看起来好棒呀！对，而且上面还有像雪一样的纹路。让我尝一口，哇塞！大家看一下，满满的芋泥呀，对，看起来好棒呀，好丝滑。太好吃了！它口感很丝滑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很腻的感觉。不是那种特别甜腻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吃起来非常的香，对，好吃不？好吃。大家看一下，每一层都有芋泥包裹，对，太美味了，感觉。太满足了。来，再来一勺，来让妈妈挖吧。喂，大家看一下，太好吃了，感觉。对。金宝，你吃吧。妈妈，好东西要一起分享，你也吃。它口感，层次很丰富，一口下去能吃到所有的味道，又有奶油，又有芋泥的感觉，太棒了！而且它有这个冰袋，然后吃着还有一点点冰渣的口感，很棒，很棒。没吃完的给它盖上，放在冰箱里面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你要求的妈妈都满足了，现在你开始写作业了吧？